第十五题，请比较 PQ 和 R 三种气泡的性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在上题讲解中，我们知道假烧杯是盐酸，所以呢，它加入贝壳产生的是二氧化碳，它加入镁袋呢是产生的是氢气。那么我们知道乙烧杯是碳酸氢钠，它加酸呢也会产生是二氧化碳，所以我们知道 PR 都是二氧化碳，而我们的 Q 是氢气，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P 和 R 是二氧化碳 ，Q 是氢气。